你找就很麻烦，因为我觉得他高几率会来找我，居然没有找我，好歹我也算唯一管制啊，居然这样瞧不起我。他在追那个日正当中啊，胖虎又换回来了。胖虎说两句，A 技。你是不是把他击落了、啊？对不对？我把他击落了，换回来了。对啊，那正常。他是看你们是不是白痴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他就是可以换回来了，知道杀你们了。我的雨之下还没换回来，是我狙打他。耶、yeah. 嗯！他们那真的每个人都换狙炸了，和胖虎一样。哎，他们的切换字太多了吧？因为切换字很重。我还到了。哎，轰炸变三台，一个八，一个五 G 啊，一个。慢慢加油，我先重置一下。精准备。是，他们换轰炸，那目标物的血量怎样？一半。一半啊。二档你撑一点啊，就靠底了一半了、啊，不会一半吧？驱逐舰，哦，驱逐舰一半，那断剑了，断剑没损血啦，驱逐舰损伤之一啦，是，那应该守一下，还有多少时间？绝对守得下，还有多少时间？那就好，一分一而已啦。有，结果竟然是零故障的时候才让我损伤。命在握。好像快挂了，我追他追很久，居然被果敢给打走了。没差了，有找学友算账，学友就是你，不要打。哎，可恶！谁来掩护我一下？你们拿来啊，那就八点结束了，我来追八点下来了。封城扯下来，要先出鸟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追808吗？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追808吗？因为每次我开中轰他都追我，对，他很健打，加上昨天晚上我跟他打同一个防副本，他也跟我同一个队伍，所以说为了报答他，我决定提早让他脱离苦海。赶快把808打出去，这样我们也方便。还有九尾也要打，九尾他是管制。我先冲鸟了。祝运昌荣。今天时间结束，悲剧啊！来找九尾了。找到了。漂亮啊！谁不会？谁都蓝蓝的。运输挂了。菲利也是日战去处理他。你要到808。人生结束了，一整天没看到加贺。九尾，三 D， 麻烦。808啊，果敢给他最后的温柔。好变态、啊！怎么那么变态？心上路。一路好走，一路好行，一路好走，不动我要跟他打，有钱啊，不要，哎呀，不是这么跟我对冲吗？尽量来没关系啊。他
所以就他不出去跟我对冲。嗯，对冲就算了，算了。带走不是要跟我对冲吗？怎么不来了呢？不好玩。哦，九尾，我看到九尾了，九尾在追可怜的人，九尾死了。啊，九尾最可怜的人应该就是果敢。他不喜欢你。是吗？我怎么会是飞？